今天是下了一个早班，我们现在放鸽子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，有点早啊，确实有点早，我从来没那么早来过家里面。这是我早晨放的白菜，你看啃的，鸽舍里面基本上不让他端这些青饲料的，哇，太刺眼了，我们看他能，看他们能飞到5点钟吧。哎呀，回头我们再打扫鸽舍，刚好他们飞好了，我的鸽舍也打扫好了。出去吧，从来没这样飞过是吧，没见过太阳飞。基本上早晨的时候吧，太阳还没开始亮起来的时候，朦朦胧胧的在那飞。这个是红色大鼻子的儿子，正在学飞，基本上都是早晨给他们加飞，都不敢飞，开心死了。现在基本上剩的都是种鸽了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嘛，所以说公鸽子还都在孵假蛋。这个也不让它出去吧，要是让它出去也行呢，叫它出去让台哥来孵，他给台哥俩配对的，反正也不是真的，让它出去呗。小台哥在这里，他马上就会回来孵的。他有点蒙圈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是红一点，哎，不问他了。我们来检阅他们的加飞情况啊！哇塞，小红一点是真漂亮，这样照出来。音乐走。